大家好，我是谢涛。我的新节目《谢涛讲南渡北归》已经上线了。节目延续了三国到明清之后的民国历史，讲述两百多个民国大师的故事，串联整个民国史，和过往的节目一样精彩有趣。您也可以点击声音简介里的专辑名，直接跳转到新专辑。不是会员的话，首月六元即可成为会员。添加微信号：人文六零零。 也就是字母 R E N W E N 加数字六零零，即可加入粉丝福利群，各种惊喜奖品等您来领。接着上一回继续为您说，上次为您讲到黄甫松巧用火攻计大破波才，波才这一败也是黄巾军起义以来第一次大败仗。大破颍川黄巾军以后，黄甫松趁热打铁，一直攻到了汝南和陈国。 发现打的还不够过瘾，大旗一挥，又在阳宅追上了波才的残部。波才的黄金俊这一下都要哭了，打仗打的这么离谱，追的裤子都要掉了。这黄甫松到底有没有人性啊？嗨，黄甫松没人性的时候还多着呢，在后面还有更加血腥的。不过这个时候回头我们再讲讲朱俊哈。朱俊在打波才的时候吃了波才的一个大闷亏。 到现在算是扬眉吐气了。现在波才被打得满地找牙了，朱俊就寻思着找别人出出气，抖一抖身上的眉头。找谁好呢？拿地图一看，哦，西华地区有一支黄巾军，带队的叫彭脱。啊哈，你敢脱我就敢来，揍的就是你。也许朱俊没有想到，这一转身打彭脱的时候。 打出了一个赫赫有名的将军，这个人当时在朱俊手下当左军司马。两军阵前，刀剑出鞘，战马嘶鸣，肃杀的气氛在战场上弥漫着。双方的士兵，不管是黄巾军还是政府军，个个表情严肃，因为大家知道，一旦开打，这个血腥的战场上就没有人敢拍着胸脯说自己能活下来。 所以一切都要看老天爷的脸色，看自己能不能在血战之后留下微不足道的命。这个左军司马也是这么想的。虽然他已经有过很多的战斗经验了，但这一次他总觉得有一丝不祥的气息从身边飘过。这个人的名字叫孙坚，孙坚字文台，是吴郡富春人。 这个地方就是今天浙江省杭州的富春县。他的祖上厉害的很哦，是春秋时赫赫有名的孙武。祖上能写《孙子兵法》的，你说这后辈里边没几个军事强人，那就说不过去了吧？话说这姓孙的人可真不能得罪。春秋的时候，谁敢得罪孙武啊？哎，那几个宫女不是得罪他吗？结果在练兵的时候被咔嚓咔嚓砍,砍掉脑袋了。 到了三国时期，谁敢惹孙家呀？你就别说孙坚了，他那俩宝贝儿子都猛得不像常人呢。最后在三国鼎立当中，竖起了吴国的大旗。啊，远的不说，我们说近代的，近代孙中山谁敢惹啊？一惹他，把你这个王朝都给推翻了。啊，说人间的还不够过瘾是吧？咱们再来说天上的，孙悟空谁敢惹啊？一惹把你的凌霄宝殿都给砸了。 所以吧，要说中国姓氏排行榜最牛的前十位，没有姓孙的是不行的。现在这位孙坚，显然是孙家的一个典型的形象代表。史书上说他是容貌不凡，性豁达，好奇节。他在史料当中首次亮相就是讨伐黄巾军，后来官儿一直做到了破虏将军，所以后世也有叫他孙破虏的。 他的儿子孙权就是孙吴的开国皇帝。孙权称帝以后，追认自己的老爸孙坚为武烈皇帝，所以孙坚也是吴始祖武烈皇帝。也许因为那一位祖上孙武本来就是为吴国服务的，所以这孙家世世代代呢都在吴地繁衍下来了，而且还一直做着官儿。家住富春，祖坟在城东。史料记载说。 孙坚出事之前，孙家的祖坟突然发起了光，云气缭绕，雾光十色、啊、一直连到了天上，蔓延了好几里呀、啊。远远近近的人都看得清清楚楚，大家伙都觉得奇怪啊！哇，如此美景没见过啊！大家伙火速围观呐、啊！父老乡亲们一边看，一边就说了：“哎呦，我活了这么一大把年纪。” 这胡子都快掉光了，都没见过这幅景象啊！这看起来是有猛人要来到我们世间了。而与此同时，孙坚的母亲正怀着孙坚呢，但是经常做一个奇怪的梦。别人啊，要么梦到龙啊、凤啊，要么梦到云啊、太阳啊、月亮之类的，可这位母亲。 梦到的却是自己的肠子从肚子里流出来了，然后这流的肠子越来越长，越来越长，长到什么程度呢？居然把吴地非常有名的昌门给围了起来了！哇，自己的肠子能把昌门给围一圈这是什么肠子呀？醒来以后，妈妈就肯定很害怕了，赶紧找隔壁邻居。 王家老太太问他：“老妈妈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这个梦是不是凶兆啊？”王家老太太就说了：“哎呦，您放心吧，说不定那就是吉兆呢。”哎，几件事凑到一块儿，等孙坚一出生，大家伙都有了结论了。哇，这些征兆都是冲着孙坚来的。 这小孩生出来就容貌不凡，颜值担当啊！不过后来的事情大家也知道了，孙坚明明可以靠脸吃饭，但是他偏偏要去靠本事，凭着自己的能力打出了一片天下。长到了少年时，孙坚曾经到县里当个小官儿，性情非常的豁达。十七岁那一年，他跟着老爸一起坐船去钱塘，途中呢。 正好碰到了海盗，哎，说是海盗，还不如说是河盗，就在大江大河上抢人东西。这个海盗还有名字，叫胡玉，专门在水路上抢商人的财物，然后到了岸上坐地分赃。一般来说，商旅行人见到此情此景，都给吓尿了，不敢往前走了。过往船只一看到前面有海盗旗，也不敢向前开了。 孙坚见到这个状态，就对父亲说了：“父亲，这些强盗可以捉拿住的，请让我去干。”老爸一听，吓了一跳：“干，干你个头啊！这种事不是你能干得了的。”可这宝贝儿子孙坚呢，偏偏就不听：“啊，你不去啊，我去！”二话不说，提着刀就上岸了。 一边走一边指手画脚的，又向东又向西的，远远望过去吧，就好像这个少年正在指挥一些什么人，好像正在部署人众对海盗进行包抄围剿。啊、呃，那个张三从左边上啊，李四从右边包抄，王五、赵六跟我从正面冲击。哈、啊，这些海盗吧，原本呢就是银样蜡枪头。 碰上好欺负的老实人呐、啊，就耀武扬威的；要真碰上牛人了，就立马变软蛋了。一看孙坚这副德行，以为是带了大量的官兵来缉捕他们的。正在分赃的这些海盗吓得惊慌失措，把财物都给扔光了，四散奔逃。孙坚哪肯罢休啊！嘿嘿，要的就是你这副德行，一路提刀追杀呀！他的父亲在后面看的大吃一惊啊！ 哎呀妈呀，熊孩子，你这不是找死吗？可是偏偏就是因为砍海盗这事儿，孙坚名声大振，郡府里也让他过来代理校尉的职位。后来，孙坚的老家附近会稽郡人许昌，不是在巨章兴兵作乱吗？自称阳明皇帝，这在之前也为您讲过了。一时之间，兵势很大，有几万人。 孙坚就以郡司马的身份，自己去招募了一些精良勇敢的壮士一千多人，会同政府军一起合力讨伐，最后把这股势力给击溃了。这一年是西平元年，公元一七二年，孙坚的功劳不小，当地的刺史向上汇报了，朝廷就把他提拔为县丞，也就是县里边仅次于县长的那个职务。 前后担任过三任的县城，所到之处政绩都相当的不错，很有声望，官吏老百姓啊都特喜欢这人。慢慢慢慢的，孙坚的名气就传扬开去了。所以这一次朱俊出来讨伐黄巾，出发之前还特意向朝廷奏请，让孙坚担任自己的左军司马。孙坚听了调令也没推辞，就把家眷都留在九江了。 出发之前，在当地招募了一些士兵，加上当年跟随他在下邳县当差的同乡的少年，共得精兵一千多人。此后，孙坚就率领这一千多士兵跟随朱俊南征北战了。面对彭脱的黄巾军，朱俊的部队开始发动进攻了。战斗一开始，冲在最前的依然是孙坚和他的手下。 只见这一位少将拿着长枪，左抡右突，捅死了不少敌军。看到这位少将像神一样的存在，这黄巾军呐、啊，也有点怕了，畏畏缩缩的不敢围上来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黄巾军阵营里突然有了变化了，不知为什么，突然开始后撤了。孙坚一下子有点犯愣，不会吧？我的表现是不错。 但不至于把这几万的黄巾军都给吓惨了吧？就因为我一个人冲锋了，所以他们全撤了。这好像对我的崇拜有点夸张了吧？那个什么，有点不好意思嘛、啊。还没等孙坚回过味儿来呢，他的中军主帅朱俊一看，哎，有机会了，令旗一挥，孙坚一看，哦，将军让自己继续往前冲，是吧？ 于是带领手下的精兵兄弟们，拍马追了上去，一路追，一路砍杀，那叫一个痛快啊！那感觉就像大 boss 砍小怪啊。爽的鼻涕都快流下来了。正当孙坚和他的弟兄们准备数一数自己到底砍了几颗人头的时候，黄巾军突然不撤了，全军停顿下来，后军改前军了，并且一下子分开两边。 分成左右两队，把孙坚他们团团包围在中间。一转眼功夫，战场局势大变。刚才还逃跑的披头散发的黄巾军，一下子好像变了一个人，如同饿虎下山，调转枪头，嗷嗷的叫着就围了上来。同时，一阵阵的箭雨也向孙坚他们射过来了。孙坚一下子猝不及防啊，赶紧收起长枪，拔出佩剑，拼命拨打飞过来的利箭。 唉，但是事出突然呐、啊，再加上箭雨实在是太密集了，顾得了上，顾不了下呀。只听扑哧一声，一支利箭还是直接扎穿了他的大腿。孙坚一愣，低头一看，剑尖上已经咕嘟咕嘟的直冒血了。孙坚惨叫一声，顿时跌落马下，鲜血喷涌而出。啊。孙坚心里大叫不妙啊！ 在这乱哄哄的战场上，一旦落马，恐怕这命就保不住了。所以，把剑往地上一插，拼命的想撑着自己站起来。但是剑伤太重了，失血过多，很快他就脸色惨白，意识模糊，再也撑不住了。扑通一声，倒在战场上，不省人事了。一场混战结束以后，清点兵马。 大家伙很快发现左军司马孙坚不见了，消息传回中军，大家伙都沉默了。在战场上失踪，其实结果大家都懂的。也许这是最糟糕的结果了。你要说战死吧，还有遗体能拉回来；要是失踪的话，可能真是死的尸骨无存了。 那些和孙坚一起从老家入伍从军来到战场的老朋友，听说了这个消息，个个唏嘘不已呀、啊！哎，一代少年豪杰就这样死在了造反的贼寇手里，你说这心里能不纠结吗？正当大家唏嘘不已的时候，突然听到帐外有一匹马在嘶叫。本来嘛，军营里到处都是战马。 有一匹两匹马在叫，不是什么奇怪的事儿。可是这几个老朋友很快就听出来了，这匹马好像是孙坚骑的那匹马。大家伙一个机灵，赶紧掀开帐门走出去，一看，果然一匹青葱马正在绕着军帐乱跑，一边跑一边大声嘶鸣，随后还一跃而起，然后又重重的落下，一下子尘土飞扬，大地震动了、啊。 好一匹神骏的马呀！很快就有人失声喊出来了：“哎，这不是孙司马的坐骑吗？”那匹青鬃马似乎也能听懂人话呀，一见到有人指着自己喊，立马长嘶一声，掉头就跑啊！大家伙愣了一下，突然反应过来，这匹马不会是想带路吧？于是各个翻身上马，追着青鬃马远去的方向一路赶了过去。 果不其然，等大家伙到了战场上，只见硝烟未尽的远处，那个青葱马静静的站着，也不喊也不跳，似乎等大家到来。大家冲过去一看，哎呀妈呀！青葱马的脚下正是晕倒的孙坚呐！这一下大家伙大喜过望啊，赶紧七手八脚的帮孙坚包扎好，抱起来放在马背上，一路小跑跑回大营。 汉军营中，中军大帐，主帅朱俊正在郁闷呢。哎呀，黄巾军不好打呀，官军连战连败，这郁闷了好几天了都。而且还听说自己的手下爱将，也就是自己的老乡，同时也是自己亲自举荐的孙坚，居然在战场失踪了。朱俊的心里就好像刀挖一样啊，难受啊。 但没想到惊喜来得很突然，很快军医前来报告说，孙坚已经被找到了，虽然身受重伤，但是没有致命的危险。朱俊这才大喜过望，赶紧前去探望了。而且年少气盛，血气方刚，孙坚恢复的非常快，不久就伤愈归队了。朱俊大喜呀、啊，好兆头，爱将回归。 那正是我们再度发动进攻的时候了。他立刻制定了全新的作战方案，力求将彭托的黄巾军一网打尽。当然了，攻坚的主力依然是孙坚。而彭托那边的黄巾军经过拉锯战以后，已经疲惫不堪，消耗太大了。他们就觉得奇怪啊，怎么天宝将军张角说的“老天爷会保佑咱们”，屡屡不见效啊？ 怎么打起来一败再败呀、啊？这种失败对于以宗教作为立足根基的黄金军来说，心理冲击是相当大的。他们顿时有了强烈的挫败感了，因为他们困惑了：天神为什么没有站在自己这一边呢？一有这种想法，信心就开始崩溃了。信心一崩溃，军心就乱了。 战场上最怕的就是这种犹犹豫豫、畏足不前了。这一转眼，天神就站在对面去帮助自己的敌人去了。孙坚大难不死，自然打起来如有神助了。此消彼长之下，黄巾军再也扛不住汉军的进攻了。最后这一仗以朱俊的全面胜利而告终，汝南陈国的黄巾军一路向南逃去。 一直逃到了南阳。也正是因为这一仗，朱俊被汉灵帝封为西乡侯，升任镇贼中郎将。随即，汉灵帝下诏，命令黄甫嵩北上进攻兖州的东郡黄巾军，而朱俊乘胜追击，率部南下，进军南阳。